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OK， 我们今天来了槟城海鲜楼，噔噔噔，我们今天订了一桌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槟城海鲜楼的 menu。我们今天有预定了一只这个火山鸡，48块。嗯哼，哦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佛波飘香也是网络上推的。嗯，鱼头这边是鱼类的，然后这边是螃蟹，这边是虾类，这是青菜，然后鸡我们已经点了一个鸡了，火山鸡48块。然后这边是肉类，就是猪肉排骨这样子，就是汤、豆腐跟鸡蛋类。然后这边是特色菜，然后这是面类，然后这里是饭跟炒饭，还有饮料。啊，就没了。好，这个是他这边的鱼缸。哇，这是活虾铜斑。OK， 我们的炒饭跟炒锅菜到了，耶嘿嘿。想青菜。先把冰这边来。好。
的是鸡。啊，是超鬼屌。哦，超鬼屌来了。啊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就是这个菜呀。你要我干嘛？饭呢？我帮你扶着。你要捞起来这样，糟糕了，很专业，很专业。香的感觉。哦哟，很香很香很香，赞赞的。炸花肉来了，这是猪的排骨吗？谢谢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